我们跳的这个脚步啦，对，然后就是展现我们的人与人的这个特技表演。哦，特技就对了，空手跳高桩。哎呀，就是绑在一起的。哇，看看这个身材。他们两位都是那种林口体院加上平镇高中，所以只有十八岁啊。加油，来来，请开始。好呀，先来个后空翻。先来个后空翻。我刚看得很清楚，两个人的默契，脚步怎么踩，看直接上。天哪！哎，闪电不利，把你升到生命危险，这个不容易耶。对啊，还好，你要速度，要平衡，要脚步，对不对？要默契，默契很重要，对，重点就是要默契。对啊，而且很危险，而且看到这个就是会猜逃哦，因为我们以前叫什么采青啊？对对对，采青是采什么？采萝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萝卜的酒后猜头，好猜头呢！对 ，OK， 了不起。但是，我举了这么久的这个狮头，从来没有举过其他的头。哎呦，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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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猜你要拜码头还是抱还是举码头？举码头，举码头。哦哟，是我，是八戒，八戒，八达的八达。对，没关系。你欣赏很久，真的想欣赏很久了。哎呀。